马步。好，接下来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瀑布。瀑布呢可以分左瀑布右瀑布，跟马步不一样，马步的动作在这个套路里面呢，它是作为定式来运用的，它是定在那里可以。我们这个瀑布呢，它是起到那个衔接的作用，就是衔接前一个动作跟后一个动作，所以说它是一个过程动作，它很快，不需要定式。那现在我就演练给大家看一遍。这个瀑布呢，它迈开一样的，也是基本上是自己的一个半截宽，但是因为它是个过渡动作，所以不强调，不着重的强调它，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步行。我来演练一遍。好，准备开，然后大家看清楚啊，先是弓步，很快，再来一遍，好，这是瀑布。好，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这种步行呢是三七步。三七步呢在八卦掌里面呢运用的比较多，特别是内家拳，内家拳里面用这种步伐用的都比较多。我现在就给大家演练一遍三七步呢。它顾名思义，它是把它的那个力量分三跟七分开，所以说这个步行的重心不在中间，它不像刚才的马步，它的力量是绝对的均衡的。我们现在的三七步是三七分开，我现在来演练一遍。这个步行前面的劲道是三分，后面是七分，大家注意看一下。大家要记住，做这个三七步的时候也要千万注意不要翘屁股，这样就很难看了，一定要把身体立起来。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套路里面的三七步。好，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的一种步行呢是内家拳里面比较就是能够有代表性的步行，它是通步，在很多内家拳里面它也都就是使用率是很高的。我现在来演示一下。通步呢是顾名思义是把它拖过来的，不是它主动的去运动，它是通过前面的腿的向前运动，然后把它向前拖，这种所以叫它通步。大家注意看啊，我演练一下通步，再来一遍。大家记住了，这个脚拖过来的时候一定不要拿起来，一定是紧贴地面被带过来的，记住千万不要收腿，这就不叫拖步了。通过前面的脚啪拖过来，记住拖过来的时候脚跟要正向上方，不要这样横着把胯打开，一定是正向上方，哈，拖过来，拖，好。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八卦掌的基本步伐。八卦掌它分三种的基本步伐，哪三种呢？第一种是摆步，第二种扣步，第三种汤离步。我现在向大家示范一下，摆步。人的重心偏后，前面的脚做外摆45度的角度，前面的脚外摆，扣步，两脚呈45度向里，脚尖朝里45度扣步，膝盖在这里贴紧，贴在一起，摆。成八字形，摆步，扣步，摆步，扣步。大家一定要注意，扣
步的时候，一记要成八字形，膝盖在这里，腰紧，紧紧相连，贴在一起，成八字，呀，白，扣，白，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汤尼步。汤尼步呢，它分两种，一种是直行的前后汤尼步，一种是弧形的汤尼步。那我现在示范一下，直行的汤尼步是怎么样的？直行的汤尼步，直接向前，向后。弧形的汤尼步，里面的这只脚直行，外面的这只脚内扣。如果你走的圆圈小的话，内扣的角度稍稍多一点；如果你的圈子走的比较大，内扣小一点。里面直行，外面的脚内扣。里面直行，反过来一样的，内扣，直行，内扣。好，好，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八卦掌的掌型。首先看我示范一下，看，四指分开，朝上，虎口处，呈八字形，打开，掌心向里，不要外展，向里，不起。好，现在我来讲一下八卦掌的八种掌型。第一种阳掌，我示范一下，阳掌，掌心朝上，阳掌，我示范一下，阳掌跟汤尼步一起走是什么样的？
第三种呢是竖掌，竖掌呢在我们前面两种掌法练习的结束部分我们都用了它，因为这种掌法在八个掌里面使用率是比较高的。我现在来示范一下，它分左右，前面的两种掌法也是分左右，这种我示范一下。做这种竖掌的时候，身体尽量的往后顶住，左竖掌的时候右手在腋下护住自己的肋骨处，换右边也是一样，左手护住自己的肋骨防止对方的进攻，这叫竖掌。我再来走一遍，跟汤里步一起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来讲抱掌。抱掌呢它分好几种，我现在呢示范给大家看一下。第一种呢，这个抱掌是这样的，这个身体圆的做抱掌，含胸宝贝这个抱掌，大家看清楚，身体不要抱掌撑成这样，千万不要，也不要前屈，这样动作就走形太厉害了。我们要身体的重心直接下啊，我抱掌这个眼神，好。还有一种呢是这样的抱掌，腋下抱，腋下的手是这样抱在里面，上面的手做环抱，这个时候的抱是左手在下面右手在上面，还有一种是右手在下面左手在上面，这种抱掌通常跟那个竖掌是连在一起运动的，一般在竖掌以前都要做抱掌运动。前面我做示范竖掌的时候也做过抱掌，这样啊，打开练竖掌，这边也是同样的啊，打开前后做竖掌，下面我接着讲一下劈掌运动。劈掌呢在八卦掌里面也有好几种运动的方法，现在我来介绍第一种，单手劈。单手劈，劈是由上而下，掌的外侧像刀一样的往下劈，这个腕关节处不要这样上下游动，连为一体，像一把刀从上劈下来。单手劈的时候这样啪，连在动作里面呢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双手劈。双手劈，刚才我们是单手劈，双手劈是左右劈，左右由上而下劈下来，看一下，
披萨，就这样。好，先披。还有一种也是单档的，这种披呢，就是轮起来披。刚才是由脚背，由走半截做走，啪披下。这个时候是由大背披下，也是单手，由用腰肩带动它披下。这种劈呢，因为力量比较足，在大范围的运动的时候使用这种劈法，小范围的时候啪这样就可以了，大范围的时候劈拉，做这种就比较好看。大家看一遍，轮劈拉，这也是这种劈法。带我来讲撩掌，撩掌从下而上，首先侧向上由下上，我示范一遍。它分左右两掌，我先做左方向的两掌，左右方向的两掌，要记住八卦掌里面的发力的动作一定要先蓄劲，然后再发，先蓄发。它八卦掌它属于内家拳，所以呢在发力的时候都是先蓄发再发出去。再看一遍，都是撩掌，左边的时候八卦掌里面的撩掌是差不多的，都是由下而上，从下往上，唯一的区别在哪里，就是腕关节处。腕关节撩掌的时候直接上，可以直接上，它虽然是由下而上，大拇指这边朝上，它的区别在这里。挑掌是这样，哈，一抖腕挑起来，撩掌是没有腕关节的这个区别。好，现在我结合动作来做一遍，挑掌。好，这右边左边也是同样的，挑。记住这种发劲的动作千万要先蓄劲，然后再带发，蓄劲到了最后的时候啪，这样蓄啪，这边也是一样，蓄啪。它跟上面拳不一样，内家拳跟上面拳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内家拳是先蓄劲再发劲，少年拳它是直接表现在外面，啪，先结束发劲。内家拳讲究的比较内在的东西，是要由内而外，少年拳它是由外而内，区别在这里，千万要记住。好，我们来讲最后一种掌法，叫做螺旋掌。螺旋掌呢，是它的掌是掌外围，掌的边缘外围是向你的，由上往下旋过来，这样旋，像那个拧的螺丝一样，旋拧旋过来，旋旋。好，我们来配合脚呢做一遍，大家看。这叫螺旋掌。好，我们这个套路里面呢还有一种腿法，我们这个套路里面只采用了这一种腿法。我现在
就先把它介绍一下。这种腿法呢，它叫做探腿，就是它是探出去的，跟别的套路里面不一样。它不是踢，也不是弹，它是这样，慢慢的探。我现在做示范一下。先收，探，还原，探，你先加快，做一次。好，这是我们里面唯一的一种腿法，探腿。我们现在言归正传，首先进入学习套路的阶段。我们整个一个套路呢，现在把它分为三段。三段来学习，为了便于学习呢，我们再把每一段分为两个小节来教。当我教完一个小节以后，我会演练一遍给大家看一遍。好，现在我开始演练第一段的第一个小节，大家准备看起势动作，两脚并拢，眼睛平视前方，身体微微的下垂，不要挺得过直，微微下垂，膝关节微微的弯曲，然后开始做起势动作，双手收起往上，收至腰间，从自己的左斜方伸出双手做一个平抹的动作，首先，然后收回下巴处吐出，这个动作叫白蛇吐息，做托掌的动作，然后左脚内扣，左手往右腋下抱回，做双抱掌，两脚做成扣的动作，成八字形，然后接下来的动作把它打开，做成立掌，左立掌。左立掌的时候，做好了左立掌以后，眼睛看着左手，在左脚外摆，开始走汤尼步。汤尼步依自己场地的大小而定，圈子走大走小，依自己的场地而定。好，我们走完一圈以后，准备右手拉出，做螺旋掌，一二，转身360度，双腿掌。左手的上方抹住，收回，做成右抱，右双手抱掌，这个时候脚也做成了扣脚，成八字形。好，我现在来讲第一段第二个小节，大家注意看，从首先，右掌从左腋下摆出，身体向右拧，摆右脚，双手举过头顶，在头顶上旋转一周，旋转的同时开始做汤尼步，右方向的汤尼步，注意我手的变化，穿出来以后右手做劈掌，好，劈完掌以后，左手从右手的上方穿出，做一个翻身。大家千万注意，做手的动作的时候，脚的动作不要停，一直做。好，做到这一周以后，双手分开，直接向自己的双耳旁。向左下推出，同时
左脚上抬复提膝动作，完了以后落脚往前落，双手打开，注意右脚的动作是外摆，摆了以后双手直接收回各自的腰间，左右腰间，上左脚，左脚内扣，这个时候人往下蹲，转360度，双手从自己的腰间画一个整圆，手心朝上翻出，捧回自己的面部，画一周，上左脚，然后做探腿的动作。做探腿的时候，左右手向自己的左右方做托掌伸出，同时探腿。完了以后，变弓步下穿，通过瀑布穿过来，穿过来以后，自己的左手从右手的腋下穿出。穿的时候要注意，右手的动作是手心反着朝上，然后穿出，做翻身掌。注意了，右手是要从自己的头绕自己的头一周翻身。注意，左手的手心现在朝上了，右手的手心做托掌。好，第一段大家看我演练一下，第二个小节。
现在我来讲一讲第二段的第一小节的动作，大家注意了啊。第二段的第一小节，从这个地方开始，拖掌提膝，大家注意的，首先右脚往后退，退一步，手还没有变，退完以后手开始变，右手的手心朝下，左手从左腰间穿出，从右手的手背上往前穿，左脚再退，右脚退变弓步，这个时候左手从嘴巴这里吐出，右手往下准备做瀑布穿，穿过来以后，大家注意了这个动作，左脚直接跟上，跟上的时候注意手的变化，变成这样，完了以后准备做这个撩掌，撩掌的同时做拖步发劲，注意了这个拖步一定要拖过来，发劲一定要发到位，撩掌要撩上一点，太低了就看不出来是撩掌，一定要往后撩起来，完了以后变，右手握拳了，注意了啊，这个时候的左脚是颠着的，不是直着插在地上的，然后做360度的转身，向左上一步180，两步360的时候做马步红锤，做完红锤以后马上左手打开，左手的拳从右手的拳从左的腋下伸出变掌，然后变成掌以后再握成拳，从右边打出，打出完了以后向左再转360度，这个时候的转出就不是用两步，是用一步，用左脚的支撑，脚跟踮起转360度，转的同时双手合十在头顶上方绕一周，然后收下，这样抬头360度，这个时候手收回胸前，蹲下，突然站起，速度一定要快，哈，做提膝，做完提膝的时候注意右手的动作，掌心朝里，肘关节一定不要这样，从这里开始，好，好，好，我们现在再教第二段的第二小节，大家注意看。提膝开始，提膝是左腿提膝，注意脚尖要弓起来，完了以后左脚落地，落地的同时右掌翻出，翻出以后左手收回，右手突出，左手收回从自己的下巴处了，这个时候右手的变化，从这样仰掌向上俯掌，然后收回，和从自己的头顶上方单手画一个圆圈，画完圆圈以后同时上步，一画一个圆圈是往里，从里往外画，然后三个脚
这个时候上完脚以后，在相反的方向绕一圈，同时上左脚。二，上左脚是内扣，上完以后开右手，从上收回，往下自己的背后穿出。注意看了啊，是这样，往自己的背后这样穿出，然后拧一圈，动作是这样的啊，穿出。上左脚出左手，一，把这个腰送出去，一，落脚外摆，同时推右手收左手起右腿，二，带一下，这个时候这个手的动作是擦带一下，带起腿，看着啊，双手又合在一起，在头顶上绕一周，绕一周马上拿下来，准备坐，上右脚退步走，啪，这个动作主要是用腰啪带一下，发一下劲，看着啊，我再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转身很快速，马上就带回，大家注意看这个动作的发力，好，这个就是第二段的第二个小节，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关键的几个动作，第二小节拧腰动作，发劲的动作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有同手同脚有一个动作，学的时候是比较的困难的，但是学会以后这个动作就特别的有味道，因为它有身法的动作，是推拉这样的，一定要记住。好，这是第二段的第二小节。脚底下走汤一步，
完以后，右手从右腋下向后穿插，脚底下的汤力布不要动。这个时候，左手收回来的，从下收回腰间，往前走，汤力布走，然后收回。最后一步的时候，收回自己的右脚脚侧，左手从自己的左腰处吐出，迈步。吐出完了以后，呈高个弓步，是弓步的形状，但是可以高一点。然后变，准备要左轮背，轮背的同时，右手从左手的腋下穿出，轮，做成穿，轮，一周，打开，完了以后做劈掌，看，由上而下劈。记住，这个时候的左手要托住他这个右手的肘关节的跟腕关节的中间，啪劈掌，打完以后变成三七步收回，啪，好，这个是第四段的第一小节，大家注意，我再来演示一遍。我们来做第三段的最后一小节，也就是这个整套的最后一小节的动作，大家注意看，我来讲解一下。上步以后，这里注意有个擦步，擦过来，360度转身，注意手的动作啊！你再来一遍，擦掌，转，转完以后，左手按下来了，右手收到腰间，从腰间再吐出，吐出的同时上左脚。左手收回腰间，这个时候再变，从右手上方穿出，这个时候右手要轮一圈，轮一圈的同时把右脚收起，好，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做瀑布了，穿下去，穿下去以后过程动作，穿起来做左双抱掌脚内扣，做成左双抱掌以后，准备收势了。收势的时候，左手双抱掌，左手由下而上，变成竖掌，左的竖掌。大家注意看啊，脚呢做摆扣步，注意看了，摆扣停，准备收势。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摆了，就是一个摆一个扣落脚就行了，这样，然后收回，把手打开，右脚放松一下，并拢，靠拢一点，然后做成双扶掌，双扶掌，轻轻的慢慢的向下按住，按的同时升级起来，走，下以后并左脚，好，
这个第三段的最后一小节。